请廖议员，云林县议会议员廖秋平，廖议员，云林县议会议员游淑颖，游议员，云林县议会议员梁明忠，吴处秘书，齐秘书，云林县议会议员廖万，廖议员，溪流镇公所镇长郑连惠，郑镇长，芦苇乡公所乡长李宏仪，李乡长，溪流镇民代表会主席林进虎，林主席，二轮乡代表会主席杨世斌，杨主席，溪流镇民代表会副主席廖秀坚，廖副主席，张唐伟建筑师事务所张唐伟建筑师，荣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清和，林董事长，溪流景友办事处主任林景和，林主任，景友办事处顾问团团长刘世佳，刘团长，溪流福兴里里长陈翠华，陈里长，云林县警察局副局长林振华，林副局长，云林县警察局副局长陈元辉，陈副局长，云林县警察局主任秘书严荣泰，严主任秘书，义警中队中队长廖廷辉，廖中队长，溪流农会总干事廖景富，廖总干事，志工中队中队长林美华，林中队长，溪流代表会代表廖明豪，廖代表，溪流代表会代表廖本雄，廖代表，溪流代表会代表陈德奇，陈代表，溪流代表会代表陈进生，陈代表，云林县肉品市场董事长钟乐明，董事长，溪流景友办事处副主任蔡德腾，蔡副主任，办事处副主任熊雅平，熊副主任，好，我们物流华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朝和，陈董事长，溪流镇守望相助队队长廖成泰，廖队长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长官来宾，等一下没有补充介绍再为各位来介绍，我们首先进行我们